今次起碼剪半個鐘 making off 啊，同你講。剪半個鐘嘅 making off， 兩個禮拜都唔使做其他嘢啊。咁咪好咯，唔可以。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天是老派约会之必要拍摄 MV 的朝早，现在是朝早7:20，而我是由昨晚夜晚9点开始到现在都没睡过觉，咁我就处于这个饱仓状态啦。最近忙住因为拍戏，所以就朋友圈都非常之盛行啦。我想今天一有空闲，无论是 break 啦、夜晚啦，我都九成应该瞓觉啦。同埋我發現，我以為拍戲咁辛苦會瘦啲，但原來我肥咗。係啦，趁而家仲係叫做有啲精神嘅時候，就係啦，我盡量拎起好耐冇掂過嘅 cam 同埋 momo 傾個偈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嚟到你嘅，哇好殘啊！嚟到你嘅，喂，重新嚟過。好啦，而家就去到 studio 啦，我哋準備就化妝啦。今日嘅女主角咧係 Hazel 啦，係啦。咁啱先交談過之後咧，原來佢琴晚都淨係瞓咗3個鐘啫。咁我心即刻平衡翻啦。我已經制定咗今日嘅方案啦，就係咧，我先會買定幾個包，用嚟換取我嘅晏晝同埋夜晚時休息食飯嘅時間。即係總之一放飯咧，我就瞓覺。咁然後我嘅食糧咧就係嗰幾個包。死啦！點算你入倉？點遮啊？其實你入倉，不如夾硬擠爆佢先啦。不如唔係，我今日仲喺度諗緊，我話點解唔可以著短袖？我諗諗係喎。嚇？咁點算啊？好多人唔會有呢啲嘢喎。咁啊，著翻件長袖。咁應該唔係。其實好多人有紋身，有咩唔好？唔係，咁首歌就係講穿越噶嘛。咁當然趁呢個時候問下啦。喂，怕唔怕同我拍 MV 有肥角啊？有呢個魔，你夠膽揾我拍？有呢個魔咒，怕咩啫？喂，唔好嘢，會啊！唔係嗱，話説咧，呢套戲就係文初時期嘅，咁當時嗰個醫療一定冇咁發達噶啦。文初時期咧，有咩疾病嗰啲都可以用戴口罩噶嘛。咁嗱，我演戲嗰場戲咪戴住個口罩啊，啲星咪戴住個綠色口罩，特技再補翻個口咯。咁呢個爆瘡咧？爆倉都是個靚仔啊！喂，幾時 roll 翻啊？啊，好大粒啊！點解咁耐都冇嗰啲暗瘡嗰啲揾我做廣告？我咁樣戴咗粒瘡仲襯添，好似粒墨。通常戴呢鏡嗰啲人咧都有粒墨。唔係啦，我諗到點解決啦。你把線我遮住呢邊，咁樣可以 keep 住咁樣拎住呢個喺度食煙，啲咁樣嘅。哦，係喎，嗰啲係咁樣嘅。咪一遮唔到粒瘡，第二邊先遮粒瘡。呢啲係嗰啲嗰套好溝嗰套，嗰套咧。我跟你講，一過機就好嚴噶啦。佢嗰啲 close up 唔好 close up 啊，唔 close up 咯。佢嗰啲歪又唔好歪得太歪咯。放低而家嘅樣子，我係富二代。其實我係富二代。扮窮追女仔。所以最後嗰場要改啦。最後嗰場係我開咗張 check 俾老豆。有，我哋已經完成咗妝化，依家正到前往目的地。咁啊，佢話去嘅路程可能要30分鐘，所以我盡有可能就喺呢30分鐘內瞓覺。藍天白雲，夜藍樹影，水清山幽。呢三個四字成語係麥兜嗰套學翻嚟。好啦，我哋到達咗我哋拍攝場地啦。我終於揾到 Windows 嗰個桌面喺邊度。系啊，然后我开始有啲睡意啊！哇，好嘢嚟喎呢架嘢！哇！即刻啊，因为今次系中国古代，所以佢
知我而家係嗰啲回光返照嗰啲狀態咧？兩三點我突然之間就熄機噶，打秒就。我聽到嘅。入邊就係我嘅收成啦。不過我唔知嚟呢啲地方去攞啲咩嘢，係咯，執啲油紙咁樣翻去。嗱，呢個故事係點咧？一陣間咧，我就行過呢條路就同佢相遇。咁見到佢嘅單車幾靚喎，影低咗佢，搶咗佢單車走。其實呢啲嘢冬天拍都得啊，冬天都有太陽啊，冬天著短袖都無壞啊。粗咗肚腩呢排。唔係，因為通常著吊帶嗰啲咧，都係攬唔到皮帶嘅。所以需要咁啫嘛。我經過呢幾日拍攝咧，我已經知道曬啲導演會講咩，好 OK 啊嚟啦。我唔驚啊！試講起身啦，等咩等咩？試講真試講真，呢個幾好嘅 ，keep 呢個，俾多個我。轉頭你知唔知你要去呢條河度洗衫啦？咩啊？一齊噶嘛，你幫我洗衫啊嘛。哇！好嘢，接到。係唔得？轉頭我教你吐口水噶啦。话说有次我真系试过谂住搵石抌落水度，但系执到嚿屎，真系试过。即系你知嗰啲有啲啡色啲屎噶嘛，我一执起散嘅。以前嗰啲系点啊？系咪真系好有礼貌？姑娘，姑娘，你冇咩大碍啊嘛？佢一跌低系好机会啊！即刻就攞咗佢架车走啦，走。或者俾份保單佢，咦？你有冇買我哋嘅藝術寶啊？係意外乖，係意外乖，仲有意外乖。下一秒就係佢穿越咗現代，佢已經係一個職業嘅單車手。下一秒就係佢一撈個眼鏡落嚟，就喺嗰啲嗰邊，我哋呢邊。其實諗翻起咧，呢啲景咧，如果係以前咧，其實真係幾浪漫。即系嗱，我当你以前古代人咩都冇得去，真系游山玩水噶嘛。以前唔热噶嘛，以前冇全球暖化噶嘛。咩叫浪漫咧？穷就系浪漫啦。一杯嘢两份分，仲唔系穷？咁咩浪漫？穷。好啦，顺便讲下今日嘅造型。今日我系一件白 T 加个吊带，应该剧情就系讲话我系一个孤吏，系啊，但系就冇讲系咩孤吏嘅，可能系码头做嘢嗰啲。大耳窿啊嗰啲咯，都係通過啲尖我哋去大市個地方。我點解要換車？好阿 Jack 咯，阿 Jack 嚟嘅。好，掂啊！好，我寫你字得唔得？呢啲係我啲 style 啦。不過呢個犀利啊，呢個。咁呢個有咩？呢個叫廚房套裝啊！呢對筷子，呢度有個碗，有湯羹啊！有冇即刻嗰啲氣味出咗？冇。對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冇啦咁。爽。我記得應該是咁嘅喎，我記得教我係咁揸嘅，咁樣係最靚嘅喎。定係哦，定係咁啊？係咪啊？哇，好肉酸！哇，唔得，我真係唔識。休息嘅時候咧，我都係唔啱寫字。Hi, how are you？ 好專心，越畫越粗咯，開始。其實都冇差啊，我練下應該冇問題啊，直情係型啊！其實我覺得我亂嚟仲好啊！哇，我識啦，原來要個氣勢嘅咋，一筆個龍頭出咗嚟啦！哇，龍字，點啊？型啊！哇，有型！呢個紅雲啊，呢個紅。唔使啦，好啊，嚟啊！啲飯又有 feel 嘅，仲有冇煲？有啊，過前呢個仲得，可以啊！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廢啊！好廢啊！
電到好肚餓喎，睇嚟餓到一粒飯都要食。你想睇先，跟住舉手。你熟手要熟嘅，熟係。係啦，快啦。有百蚊買俾我先。唔係應該得㗎。唔係，你會好煙㗎，係咪？入咗頭先啊嘛，唔係先啊，試下伸咗手最後先。係啦，跟住嗱，跟住頭。頭。頭。真唔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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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唔得。咪先嗱，快你個快。難啊！好，而家到今晚不可缺少嘅 lip sync 环节，呢个系我嘅造型。大家唔好睇而家咁样好似傻仔，系啊，其实系好有型嘅，到时会出到嚟。咁啊，点解会系咁呢？其实系想做一个跨时代嘅感觉。当初作呢一首歌，大家见唱完first one 到入 chorus 嘅时候，其实已经有个转 key， 嗰个就系希望。做一個跨時代的東西，我挺喜歡這套東西的，但是真的很熱，還有有點像街霸呢，有一條友呢又是很矮很矮，又是戴圓鏡這些不知道叫什麼帽似的，其實好了，講完了，拜拜。呢個就變咗電摩錘，係啦，白假嗰啲係白假，不如咁咧又派埋派埋隻帽啦，應該要。O K， 可以攰啊，搶曬你啲。以前啲人差票。我覺得佢太温柔，太温柔，使唔使五十指導？拍曬啦，你又再跳轉鏡，拉屎又勁，連多蚊你都到夜晚開始，好在已經口灰咗，蚊怕水。好啦，咁啊，依家系凌晨嘅一点钟，已经啱啱好完成咗最后嘅拍摄啊，系啊，咁啊都几满意，同埋今日比想象中冇咁辛苦，系啦，咁啊希瑞亦都好气啦，好多嘢都好快就完成到 ，yeah， 咁大家就期待新歌。老派約會之必要，真係好眼瞓，其實我都唔知講咩啦。係啦，記住支持。今日係用好多汗水換翻嚟嘅，去食宵夜啦，拜拜。
water. 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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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n